夏夏哥晚安，我今天礼拜日，好，所以明天看不到你是吗？卡妈已经回家了，对，这两天我都没做饭，都是卡妈帮我做的。晚安。哦，掉了，算了。提问晚安。卡妈卡妹还好，卡妈完全没事。卡妹前阵子真的，她说有点头有点晕，然后她说喉咙感觉有个东西的那个感觉，对。可是她每次隔两天就是做快筛都是阴性，对。这两天就卡耍废。お母さんと合流しました。おとといかな？え、昨日？昨日？うん、昨日だ。ロナード晚安。有看到超多零食超夸张。对，卡妈没打疫苗还是要多小心。对呀、啊，她要小心。归家晚安。因为跟我一样哎，身体状况还好。对，可是我今天早上、中午的时候，就是完全没办法生出高声，就是讲高音。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卡痰的关系，就是喉咙怪怪的，嗯。那可能是心理作用，我也不知道哎。Cody 晚安，希望是心理作用。一凡晚安，有可能过敏哦。对，应该是哦。他昨天，我妈昨天一到家就说你们家太脏了，然后他一整天就是帮我们打扫，然后我也跟着打扫，然后对，然后昨天一直流鼻水，但是今天没有流鼻水，可是一直卡痰。然后我的声音不觉得很低吗？我有快筛啊，你要看吗？哎呦，噔噔噔！虽然是五个小时，什么？我五点的时候筛的，对，阴性。嗯，碰奖的问题，你们真的有在打扫家里？我是有啦，卡妹就没有。そんな散らかしてたの？え、普通だよ。阿贝晚安。ベン很有磁性。希望是。你叫 Ricky 吗？怎么改名了？陆克晚安。碰奖掉太多吗？先送会员票。差点忘了镜像，想说线条为什么在右边？现在镜像吗？陆克心情还好吗？你说。我现在吗？还好啊。你今晚安，要保重身体哦，没问题的。那明天就可以跟你们见面了。你们要想话题哦，我没办法想没，就是，因为我是要面对很多很多粉丝，我没办法一个一个想话题。为什么没话题？明天过后有事就是就知道了。对啊，一定是因为握手会中奖。第一次要握卢卡，那上次之前握我的是谁呢？坤坤晚安，我已经想要跟你说什么了，就只有一张。对，一定，对，一定很好想，好兴奋。何先生，こんばんは，晚安。那你还能说干呐？大夜下班可能脑袋空空的。所以你现在在上班吗？你是要面对拥有很多张的粉丝，都要啊，当然有一两张的。紧张，我准备好十种话题了哦，不错。嗨，君 ，Hello， 也都重说晚安，准备要去上班，好，现在要去吼，加油哦。你有时间能睡觉吗？分几个话题给我。握手会本当に開催だね。それね。延期するかなって思ったけど、結局しなかったね。还以为九点开播，还好我八点半就起床了。谢谢重生续飞一个月的粉丝团。完了，我也想不到话题。有新手机的入门话题吗？新手机？嗯。大家晚安。下班后就要去会场了，太可怕了。
我都当天看服装才凌晨发挥的类型，可以一边握手一边睡觉，让你看看他的睡眼。可是他要站着睡哦，我都超旅馆的。一步一个话题也不好想，干嘛考 S G 的？阿里嘎多。耳机拿到哦，我还没去领，但我觉得我还是会去领啦。对，就用一下，因为手机可以进，不是耳机可以进到了。生日礼物还没拿到哦，对，所以如果你们要聊生日礼物的话，对，肯定要先告诉我。全部开启 shape 一通哦，对，就是可以握手会当天告诉我我是送你什么什么。明天握手会可以睡很饱，不知道，他要上班的话可能不行吧。我只要一直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就好，真的吗？啊，天啊，谢谢拜拜拜拜拜。日曜のお細部に行きます。なんとか予約できた。日曜のお細部？あれかな、A のやつかな。が一番予約できなかったはずなんだけど、すごくない？いいじゃん。明天应该也拿不到。还没零路可以开赌盘，是真话还是假话？我猜90%是假的。比起今年的生日礼物，应该要先聊去年的生日礼物。啊，对哈，哎，你们就有很多话，其实有很多话题，只是想不到而已。名牌做好了哦，那明天就可以知道你是哪一位粉丝。还要考虑听不清哦，对，我明天讲话会很大声，所以希望你们也很大声，拜托，不然真的听不到。先来修个指甲哦，对，我刚刚有剪指甲了，所以应该你不会知道你们，只是我还没抹指甲。还有剩余指握，你其他部可以休息一下，对。假的可以拿去刷屏卖给甜甜圈。明天我要带睡袋去。那你还零？大家眉毛记得修。对，我今天眉毛修一修，然后不小心剃太多了，所以我刚刚画的蛮认真。嗯哼。对，不要零了。现在是不是可以直接退货？哎，好像不行，好像不行。要领才可以退货，可以现场请露卡帮忙修眉吗？当然不行啊，耳朵贴在隔板上就好。好，只能这样。但是你们只看得到我的耳朵。我周一就剪好指甲了，周一现在有没有长出来？然后看一下指甲里面有没有黑黑的东西。勇哥晚安，顺便涂个指甲油。ABC ってどんな意味？ですね、第1部、第2部、第3部みたいな感じがあって、で、なんかね、TP の握手会って、私の場合最初は1部しか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そう。見当たるか A しかなくて、で、それが売り切れたら見当たるか B っていう、また別の部が追加されて、で、5部売り切れた人は E まであるはず。ABCDE って。そう。で、私は E が確か明日の第1部にあって、A が日曜日のもう一番最後の部だった気がする。うん。そう、一番遅い部？うん。ただ、B と C と D はちょっと忘れちゃった。还是很美漫画成一条线就变成六字。两只看机，现在修眉毛有点来不及，明天贴个两片。对、啊，如果真的不太会修的人，对啊，就不会要求啦。对，因为我刚刚修一修也失败了，还要修胡子，对，可是要戴口罩，应该看不到。指甲会长这么快吗？会啊，你们不会吗？夫妇们晚安，你就领了不要拆，直接按退货，然后去便利商店机台印贴纸。哦。真的，不用。如果对方说不行，就没办法退吗？明日の握手会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ごめんなさい、握手会参加できない海外ですから。あ、新加坡って書いてあるもんね。大丈夫よ。
シンガポールもう来れないもんね今ね。メスピーマン你们我是应该我应该是看不到啦，对，可是合照会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一下，贴上去给店员，还要做牙齿美白，看不到啦，除非你们戴透明口罩。眉毛自己修，我怕把针挑剃掉。谢谢福福猫的麦克风。不知道要多找到林卷，一定很乱。谢谢送我人麦。哦，对，直播，我的直播礼物啊，直播间礼物好像都收集了，所以现在可以送给还没拿到特效的别的成员。对，那反正都是免费。谢谢送我蜡烛。博成晚安，谢谢博成送守护灵。如果我快被那首歌洗脑，不错哈。现在还没领券好吗？公司传给我个东西，我先确认一下。谢谢陈大成带我去流浪。如果我是明天第一位握的成员呢，欢迎。我指甲都剪很短，平均两周才剪一次。是哦，两周。大家可以，不好意思，可以想一下，明天要跟我聊什么呢？什么东西呢？不用对方同意，网购可以直接退货。哦，好，戴口罩鼻子一下应该看不到，对，就只看到这里。涂口红，要不要就是想涂口红就可以，哎，等等，口罩上面涂口红，变成太服了。其他成员好像没，好像也没要。今天升血差点忘记付，还好五点半。哦，有醒来，来得及，没有看其他台，怕爆吓一跳。我发现那个影片最后有字，哦，对啊，你们，我以为大家都看得到。哦，明天还是要快筛耶，那我干嘛筛呀？刚刚超浪费的。我问一下，是很慢。九点有刺激的发表，发表我不知道哎、欸。对，可是如果大家今天没做，然后明天就是一堆人阳性了，会怎么办？你们都到现场，结果都说不，现在不能握了，这样很糟糕，对不对？不喜欢。卢卡是我明天第一个握的，也是最后一个握的成员，太棒了！用手机看不太到，用 IG 很难看到。我看了100次才发现，我自己买的，对啊，在 YouTube 才看到，还是公司发的，
你们本明天本来就要快筛不是？我不知道，他们今天才跟我说的。我现在有很多快筛发财，本来不就说握手当天谁要快筛？我不知道哎、欸。之前说握手会当天你们都会快筛，明天拿去现场卖。台湾没有免费快筛，快筛公司应该会发，应该是啊，对。你问问看快筛能不能带回家，晒就当做了解身体状况。我晚了该买个快筛晒一下，明天拿你今天那只去。如果要不要脱衣什么脱衣筛，我明天可以给你一个。明天买快筛单六单基金。明天快筛一支300，万一选过，一支300会不会太贵？今天还没筛，希望没确诊。对呀、啊，我应该还好啦。对，就是声音很奇怪而已。到时候就卡口袋满满的快筛，就很麻烦。明天紧急公告耶？明天吗？不是后天，后天吧？粉丝直接回家或啊对不起，没事。紧急公告，我懂你的意思，对，就直接回家来问我啊。我觉得应该要大家先今天做一做比较好吧，至少比起当天知道好很多。我光是车票就3000元，如果明天有成员阳性，那就是粉丝提早回家而已。对，可是我应该，我其实。我们握手是11点开始，但是，我一定会更早到，对，更早到公司嘛。我饭店都订了，看谁要来我家还。现在开始粉丝握粉丝，我车票要30元，还是有没有人要来跟我握手？反正都是这个课，应该差不多。我升学都一张卖350，跟升学可以选谁啊？粉丝更多吧？谁要我？不会差一天，可能结果会不一样哦，也有可能。拿200元求有缘人跟我握手，还没订饭店，随便了。你明天很早到吧？今天要早点休息会，但有可能人今天晚上病毒量才增加到。验到，所以还是明天要筛。通知声要关掉吗？好啊。其实我怕我没有，我现在关了，到时候就忘记开，然后就一直别人打电话给我，一直就是接不到东西。但我觉得我应该真的没事，今天没事的话，明天应该也没事。好浪费哦！其实已经过了3个小时，就是变成周围也变成红红的，只是没有出现，只有没有出现线条。下播提醒你，明天我要穿兔宝宝装。看你啊，其实可以，如果你有的话，只要你手有，只要看到手就可以，没事就好。去 TIF 的粉丝很危险，对啊，谁叫你们去 TIF？ 我没有叫你们去哦。我朋友去 TIF 的全部都中了，怕爆。是哦，真的、哦。反正明天我跟所有粉丝都不熟，不要找我。博翰明天不能握手，他去 TIF 是不是？去 TIF 的感觉都很恐怖。对啊，你们 OK 吗？哎呀，糟糕！没事，我很好啊，而且很巧的都是礼拜二发烧，礼拜三快筛阳性。哦，原来。几乎全部中标，雷款呢？你觉得快筛浪费钱？你可以把那些筛过的都卖给我们，你就发财。对呀、啊，那他们我可健康了。哦，真的吗？
所以甜甜圈没事是不是？去 TIF 的甜甜圈是不是都没事？我不是说我很好，有看到有看到，对，我想说，欸，是不是都中了？还是哭江的朋友不算你们，你们没有在算，没有把你们算在里面。不要跟他们说太多话，才不会被传染。俗话说，笨蛋是不会生病，搞不好是无症状啊。我们不是朋友，走心，笑死。对，哭腔来说，你们可能你们不是朋友。对，中奖才是哭腔的朋友。你怎么会认为他们是朋友？海兰，没事。是男朋友，糟糕！我们只是我跟他们只是并桌，什么意思 ？TIF 是坐位置吗？他们可能是天选之人无症状。我早上还关心哭腔跟 Sega， 忘了雷狙。好可怜，我都被排挤，太难过了。没有，这时候被排挤比较好。对呀。隐性表示被排挤，站着哦。那有没有人确定要线上的？确定要跟我线上聊天的？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跟线上跟别人聊天，所以我有点担心，我怕尴尬就对了。站着，然后大家集在一起，只有博翰吗？所以 TIF 的感染がめちゃめちゃ広まった説です。説というかもう。そうです。ファンも感染したし、メンバーも感染した。大場所在角落。再然后大家集在一团，不中奖都很难。我叫边缘，连病毒都边缘我。我明天排路开店，什么时候排才能避开雷军他们？浩一没事吗？我有关心雷军啊，关在心里。而且还有 staff 在听。怀怀晚安。他没很多张还好，我在问别人的时候，第一条直接跟你说有 stuff 旁听，希望不要。日命共同体，我所谓可以跟你聊礼物吗？你的礼物的话应该可以吧，应该是，对。你送的东西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哦，但是关于礼物啊、信啊什么的，我们也不一定会说，我们也不一定会回答就对了。有可能会说，这个我不能讲，这样，对，因为就是不能讲，还是不能讲，所以这个希望你们可以包容。别人的礼物的话，基本上不行，对，不能说哦谁谁啊，其实上次谁谁谁送我谁谁谁，这个就不行，对。谢谢海星上送我香槟。有礼物是不能留，太刺激。其实基本上应该自己送过的应该是可以，除非被退过啊或是什么的。对，因为也有可能有你们送的信，公司看一下检查，觉得哦这个不行，然后就直接丢了，这样我们就没有看到了。所以可能说，我们没有看到这样。Steve 晚安。对，其实现在我生日会的礼物我都没有拿到，所以到时候握手会的时候可以跟我说。粉丝送粉丝，干嘛聊这个？我记得端握手会 Mina 说谢谢送我的礼物，但 我忘记送给他什么。太难谈，可以聊甜甜圈送甜甜圈的礼物吗？可以告诉我啊，可以告诉我你们送给他什么东西，我也蛮想知道。被这样回答就只好十一点见。聊完结果，姐姐那边什么没过。そうか、俺の手紙全部してるのか。太郎さんからの手紙は私受け取まだ受け取ってないよ多分。这个几率也是有的，在 staff 那关被刷掉。以前好像真的有，对，现在我也不确定。但是可能我自己觉得，就是上次我们你们的圣诞册的最后一张不是被
丢掉吗？然后我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嗯，所以你们可以讲，但是，嗯，就对，希望你们可以理解。我记得800封，卢卡，你收到多少封？什么意思？那我要聊我以前送给雷军的小礼物，好啊。我每天都记一堆，卢卡收到多少？我没有特别数。受け取ってないかそうか。え、そもそも送ってくれてる？下我的审核过。对，基本上你们没有写奇怪的东西，基本上会过。明天可能会被变成吹牛大会了，甜甜圈都说寄了好几百封信给你，可以问但不一定可以回答的意思。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都写很奇怪的东西。奇怪的东西，嗯，送ってない。いいよ別に。と結構かかるもんね、日本から送るの。我，嗯，实体信都不知道要写什么，想到姐姐要看就写不出东西。哎，我懂，我懂那个感觉。要隐形墨水。我之前信都写超久，没收到我会哭，单纯写给姐姐的，满满的抱怨。还有，如果你想要跟我聊礼物的话，你要先跟我说，我送给你的什么什么的礼物有没有收到？你直接问我，我的礼物你有收到吗？我不知道到底你是讲哪一个礼物，对。因为有时候有些粉丝礼物上也没有特别写名字，也不知道那个礼物到底是谁送我的，对，所以你可能要先说一下你送了什么东西。现在想的话题都是写剧本，到时候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有可能很多蛮多人这样的。夜兔晚安，卖玉会被丢掉吗？有可能哦。不能考你，不行。假装别人送的是我的，我送给你5月23号的，你有收到吗？这个怎么知道？我讲完自己的礼物不知道要多久。对，反正他时间多。那可以套出别人送了什么？卢卡，我送的那个金块你收到吗？卢卡，我送你的西区公寓有收到吗？哦，这个确定没有。等等，先对镜子彩排一下，比较不会忘记。你们加油，加油！我也会加油的。再送一次啊！恐怖！卢卡有收到我的心吗？哦，现在收到。先练习告白。公寓里看到姐姐，你们。好羡慕松鼠抱枕。有听过温妮的 B 哦？应该没有吧，我不知道欸。练习表情管理不能太浮夸，这是狸吗？好像是狸吗？我还在练习怎么说你好。练习加油，然后可以先告诉我你是参加哪一部，对，然后大概跟我聊几站，然后打算一次出还是分开出都可以跟我说。表情什么都被口罩挡住，对呀，我们上次玩告白游戏，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害羞。李宝宝。我是参加全部，我知道。我都是一站一站哦，好，没问题。对，如果是一站一站的话，一开始跟我握手真的比较好，对，因为后面有一堆一次出很多的人粉丝，我怕你要等很久。眼神飘骗不留人，我也是全残，
这次有脸红心跳的小游戏可以玩吗？那是什么？会是一张一张，哭墙一张一张吗？好，看你看你，因为也没太多，哦、没事没事。总共700，超多哎、欸，很多一张一张可以聊什么？现成再决定，谁那么多张？其实很多一张一张也不能聊什么，可以，可是可以，你可以跟我。你就可以获得，哎、欸，你又来了，哇的那个感觉。谁那么多张？我也要一张一张，糟糕了。你最后一定会爆卷哦。万一是一张啊，没有第二张。这样跑比较多圈减肥，就是你有想没话题可以玩什么游戏之类的吗？玩游戏哦，嗯，我也想，因为这次我们都戴口罩嘛，嗯，上次是谁先害羞什么的，你看一下。其实这次也想玩的人还是可以玩的，对，但我可能会先问你的，先问你的那个本名，对。然后我上次是知道本名的，就知道本名的就直接跟你说，直接跟你讲本名。我是三更死两步，应该会单单丢。好，我要在那边排队绕圈圈。我参加第三步，好，一张一张可以增加三步的时间。可是你们这样一张一张的话，一直要可能一直要排队哦。还可以唱哈姆太郎，每次都是你又来了，直接少三秒。玩分手游戏，看谁难过走心哦，可以啊，你们真的想玩这个吗？当然想玩的人可以啊，就我跟你说我讨厌你了，对，谁先难过，对，难过就输了。你知道了还要问，我们应该说大家都知道，以前 staff 看到粉丝一张一张用，还会要你一次用完。你可以联名带信叫你哦。本名真的会害羞，对，有些粉丝上次直接叫本名，他说比起害羞，就是先赢吓到的那个感觉。那个粉丝真的吓到说，你怎么知道我的本名？我想一次丢，欸，看你呀，一次丢其实比较好啦，对，如果张数很多的话。你不是都知道我们的本名吗？一年前不知道啊。一年前我还问 Sega 你的本名叫什么，然后他讲一次我听不到，然后我再问他一次，然后我听不到，然后时间就到了。有点不好意思他。你好，我是金城，我可以叫我城武就好。现场金城武港，其实他的名字是武，金城是姓。现场自我介绍，我叫江叉叉，今年21，住在新北市。怎么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好刺激，我难过。分手游戏我最会，轮流讲对方的缺点啊，不行，这个我真的会难过，不要。路口为什么那么快？我最讨厌你了。为这个反而会开心。还有路口不知道，九代跟我同名。有一种各自被知道的感觉，没有，有些粉丝就是留言偷偷透露啊。谢谢，本名是第二天才叫，第一天好像没有，哦，是吗？结果你第一步说要分手，后面就不来了，我就出去了。谢谢，本名叫那个，想不到卢凯的缺点，不行啊，不要缺点，一点都不好。住金门金城，过太乌山，这样可以叫金城武吗？看你呀，啊，想被这样叫吗？喂，啊，对，卡妈回来了，有点吵，真的好吵。卢卡吃了那些零食吗？有啊，还没吃全部，但是有。
然后发现有几个是卡麦要送给别人的，所以我们不能吃。轮流讲优点，结果你讲不出来更走心。我的本名是 Steph 姐姐说的，没有，是你自己讲的。而且有时候，我们之前不是要签会员吗？虽然上面没有写这个人是谁，但是大概签一签就知道哦，这个人应该是谁。对，就是签很，就是之前看很多很多买很多的人就知道哦，原来这个粉丝的本名叫谁谁谁。卡妈去哪了？卡妈在外客厅。那卡妈现在一样跟卢卡睡吗？没有哎、欸，这样都知道太厉害。原来是大户，有点印象的名字，不是不是他。那还好，小户要签到好几张也不容易、欸。那卡妈跟谁睡呢？卡妈一个人睡啊。还是我可以跟他，我现在可以跟他睡吗？他现在其实是那个自助隔离什么的，签到又是你，我也没有跟卡妹睡，卡妹最危险的，我不敢跟他睡。加点歌 LINE 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谁。你们家房间过？其实我们家有三个房间，一个客厅。够是够，只是有一间房间不能一起，不能，是没有人，原本是没有人睡，还是因为这样你都不睡？什么？怎么可能？糟糕，掉进什么？这张谁不知道？这张谁？又开玩笑，不会紧张到睡不着，希望不会。我去年是蛮紧张，然后睡不着。我加点歌赖，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到早上要出门的时候才想睡觉。怎么可能跟卡妹睡的？不行，我不想跟卡妹睡。他也经历，你也经历两次握手会了，已经很熟悉。其实也没有啊，每次握到的粉丝都不一样。午餐还是要吃一点。午餐哦，我也不知道在哪边睡。对，之前我们后台是可以吃饭，只是这次好像不行。我其实比你们握手比较害怕在后台待在那边，有些成员真的很危险的，我觉得，就算可能是疑性，有些成员可能真的已经，我第一次点歌换声线的时候，这还真的写本名。我今天要早点睡，不然最近过敏，黑眼圈超重。如果明天要小心，怕吃一次全部都中奖。去过 TIF 的吗？什么意思？你们在休息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对呀、啊，希望可以。对，去过 TIF 很危险啊，其实。然后有平常去上课上班的也很危险的。我明天可能要跟熊猫一样，我明天我要在第二步跟第三步卢卡之间冲去饭店 check in， 来得及就好。我现在超怕的，而且有别的成员前天才跟平安一起工作过，哇！我第一次见到点歌，点歌说不要叫我学长，我好难过。但说不定你们是同学哦。昨天晚上传给你讯息，有看吗？没看的话，记得要去看。好啊，对，有没有看讯息？其实这个基本上也不能讲。希望不要再怕错过火车。对，你们不能睡过头，不要睡过头。我也怕明天塞就有。我在医院工作，路牌会不会不敢握握我的手？握握。我都叫点歌叔叔，说不定是同学。对啊，说不定是同学哦。所以点歌再抢个起来是大学长，千万不要睡过头哦。
墙可以变成墙锁吗？有可能。打错字啊，问我。应该有喷酒精的话应该还好，除非你跟我握手的时候一直咳嗽，我才会害怕。我这次也是9:08的高铁，真的要等你要起床。我如果你抱怨，我也不能笑你了，可能会晚2小时。这次现场应该准备超多酒精，一定会。你不是看我卡米切林小的给你的自我感。でもこの前寝坊してないのに剣を髪切れにした人いたよ。普通に私と握手するの忘れてたっていうファンの人いた。なんか終わった後にポケット見てみたら、あれ見当たるかな、見当たるかな、握手券があるみたいな人。对，你们记得不要抱怨，对，不要学手滑哥。上次光彦不是还跟陈山工作吗？我出门前都会快塞，谢谢蛙鱼的香槟。我只有可能会过敏流鼻水，你们先列我晚点到。等等，我应该会快塞一下，不过要是中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希望握手会顺利，没几张抱不了。突然听到曾经的人，现在还不知道明天几点能领券，有点吃惊。我比较担心你有没有时间睡觉。見当たるか、見当たるかあるは大草原。为什么在我口袋有一张宫田流家的握手券？我只怕第一步没卷。第一步什么意思？握手会終わった後にみんなが出てきて挨拶とかあるのかな？あ、ないです。多分み普通にコロナの影響もあるので、握手終わったらもうすぐ。お開きだと思う。一回会社に戻ってお開きになるのかな、なんかね、やっぱりファン同士というかメンバー同士同じ部屋にいるっていうのが一番私危ないと思うの、まあ、本当はね、そう、なんだろうね、怖いよね。OK、他来走了、不用担心、確定齁。他还没遵守承诺回来问你。不会抱怨了，最后全部丢就好，除非滴滴。我应该不用排队，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谁来，这次谁什么样的人会来我，也有可能都是熟面孔，也有可能不认识的也有。我是还有，反正我第三步才会到，应该没卷。谢谢一凡的告白火箭碎片啊，碎片。不过走在走廊会被 staff 赶走，对呀、啊，所以我在担心。当初我们一起 去吃东西，还说要一起排队问你，结果他抱怨。唉，明天到底会不会下雨？不是，对，今天没有，对不对？希望不会，只是有点有，今天天气有点凉，今天跟昨天。他们到户才需要排队，我们券少少不用点，不用等人讲。お互い気をつけましょう。過去どうやって。ね、ね本当にでもなるだけの接触はしないのと、まあこまめにアルコール消毒、あとマスクもまああんまりベタベタ触らないって感じかな。救命救急の手術室みたいなガラス張りの部屋で面会の形式やれば面白いね。手が触れられないよ。封面好像要来了，希望不要下雨。我们可以去我们拍生日花絮那里坐。我和小霍应该没快赛通关。这次还要打牌吗？什么打牌？计划一次握完离开。结束这一回。只要是明天领券一定办 ，TIF 组不能为了听说明天单场出，真假的？是哦，这个我第一次知道。然后如果明天有了阳性，也是明天单场处理，对不对？哇，还有我两天前三步都没填，起床吃完中餐再慢慢过去就好。所以我才说明天会筛查。啊、哦，我懂了，我懂意思了。就是可能原本握擂旗的成员，
不是，讲错了，原本想问雷吉的粉丝，他现在握不到他嘛，然后想要改握别的成员的话，就是单场处理就对了，这样也，嗯。谁帮我倒香槟？老总来帮你倒香槟，谢谢三元的香槟，香槟。要去小房间一边喝香槟一边你觉得？如果是想要转人是当天处理，了解。可是你们基本有些人基本上会想要转。人吗？应该不会吧，除非他想转，他有想要转的，嗯，然后转到了我喝不起，这是什么吉娃娃的手？喝酒能握手吗？我要转卢卡，转不到啊，我的，他们就没有开放我的第六步啊，没办法，不过不可以，也可以延期，可能转人。也会少一点。路口五步都满，没办法转。对呀、啊，我只握你一个人，真的吗？很棘手。现场开第六步啊！不知道哎、欸。如果明天真的一堆人阳性，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啊，对，然后我先讲，我明天会穿自己的衣服，后天穿公司的衣服。对，我先讲好，对，我要先讲，我后天穿公司的衣服。对，卢卡的炫耀不能转啊，东门。什么是棘手？比游戏还刺激。公司衣服可以借？对，就是公演服啦，对，公演的衣服，你们可以猜。我猜哪一件？但现在我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顺利领到券。嗯，希望可以。不是深血的，不是。我这次没有特别挑深血的衣服，可以选了，可是我就没有选。毒蜘蛛，哎，毒蜘蛛是可以借的吗？我忘记有会不会可不可以？我怎么借毒蜘蛛不行？我有点忘记有没有人。我刚去松岩看了一下，听说有帮社员准备类似格弗鲁格的房间，看看社员在不在。哦，他，然后他会这样。后天我的券很少，只能打个招呼。好，没关系。不是比基尼哦，比基尼不行啊，糟糕，后天要求推广，不然看不到。不要猜等惊喜，卢卡新一站让我们觉得不是独蜘蛛。后天我的券也很少，反正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知道我穿什么。嗯，啊，但是我先说我不会穿生日 T， 对，因为我生日 T 还没拿到。然后之前的样本我也还了，后天我的券也很少，没有人会相信你的。我后天券比较多，楼上没几个，对啊，楼上大家都说谎，我不相信。那我们要穿吗？看，看你们呢、啊，看你们穿谁的生日 T， 嗯。我只有明天，其他部没抢到。好，那就明天见。明天第几部啊？信十趴就好。你们那些说少的都是真的，都是假的。星云毒蜘蛛，原来是样本。对，我上次穿的是样本 T。嗯，但是其实明天应该是可以拿啦。但是握手会的衣服。我们是三月的时候已经决定好要跟公司审核才可以，对，所以现在想改也不行。哦，夜口明天见，好，晚安。
明天不是要一起穿 S 号吗？对不起了，我只要你的安。不过这次每部都要从过安检，可能一套穿到底，不然带太多不方便。正式版的还没给你。对啊，就是这，我前几天才有通知到，你可以拿生日 T， 可以穿别人的生日 T 吗？没有，我帮我朋友问的。我这个我不回答，我是本来就要穿 S 号。S 号很小哎、欸，你们确定要穿吗？坏宝宝。其实比起衣服，更重要的就是有没有带名牌，还有话题。对，有没有话题比较重要，真的。哎呀，你们要想好话题哦。看到不是你的生日就可以演他。像我都穿 Luca 的去宣传。不错，我还没做名牌。有些人不用，就是跟我握我很多张的就不用。你还记得我长相吗？记得、啊，记得。我才没有别人的生日 T， 是吗？你不要说谎哦。我还没想好话题，想一下，拜托。哎，听说强大生魔一部很多。你真的要想好，哇，是第一步哦，一步吗？对，11点多，好，没问题。你是见面好几张？良心建议，像我这种萌新，请乖乖准备名牌。不愧是强哥，你好，谢谢你，很棒，拜拜。一步可爱，因为他被夜袭。他被夜袭后，强哥好，夜袭这样好糟糕。夜色茫茫，雪人走走，呦，好笑啊！肚子突然变痛了，我在担心我握手的时候肚子突然变痛怎么办？太可怕了啊！肚子又痛了，对呀、啊。等一下，我是不是裤子绑太紧了？帮大家想话题，自收一本。之后乌梅我，目的是哪一点呢？今天又要开2小时以上。哦，今天不要，今天我要早点休息。对，我还要做很多事情。就是先穿一下明天的衣服到底有没有问题。对，今天早点睡吧，没问题，每次都这么说啊。任务结完了，谢谢送我小鸡蹦蹦。今天开多久？今天，对，我在想明天我要不要开。明天你们希望我开吗？还是明天有些人在上班，有些人在睡觉，是不是不要开比较好？确定关播后早点休息吗？不一定，但是我很多事情要处理，就是指甲要磨啊，保湿啊什么的。每天都希望你开，真的吗？看你会不会累，每天都希望。因为我记得我上次是开两个小时，对，其实我时数已经够了，上礼拜也开很多。上礼拜也开很多，所以其实明天取消应该是没有问题。明天没人上班，要上班就不能去握手会。天天都需要你开，我的心是由你猜。希望你开，我基本上希望都可以周播7天。握手握完手继续去上班，所以圣人不用睡觉嘛，就去上班。甜甜圈有夜生活。你有开，我们就会乖乖。你握手中间可以离开。我有遇过有人中离，我就抱歉，跟工作人员争超久。对啊，如果我握手中可以离开，然后我
粉丝抱怨，不然这样真的很糟糕哎，这样怎么办？反正看卢卡自己觉得累取消也没关系，两天没睡还好，我还年轻 ，OK 的。你年轻，你还年轻，你确定？好了，啊对，今天是520哎，大家520快乐哦，520快乐，辛苦了。再变成粉丝之后补我吧，看你是哪一部要加班。那明天好好休息好了。对，我已经快乐。比雷军年轻就算年轻。被卢卡嫌老没有？我在日本就遇过成员中，你 stop 直接建议我要不要先去其他店啊？可是你可能想问那个成员对不对？哎，都没关系，你身体不舒服要讲，我们去处理就好。好的，谢谢送我蜡烛520，大家520。手机手机壊れた。今天活动礼物达标拿特效哦，送我送哎，是要达到哪个程度？是不是10万才可以拿到什么？谢谢恰恰哥的告白气球。你身体真的比较重要，以后还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对，13140，好，那希望可以拿到。裤子太紧吗？其实这是 M 号哎，我原本点 S 号，结果卖家送给我 M 号的。对，然后原本觉得有点松，看起来没有显瘦，可是现在觉得肚子这边好像。我是因为我刚吃饱的关系吗？还是因为我变胖了？感觉肚子痛的时候穿这种好像不太 OK。谢谢陆克的，救救你哦！谢谢。我好像变胖了，我怎么会前面有特别减肥？因为听说这次可以戴口罩，呵呵，戴口罩就不用特别减肥了。直接变999特效，999特效是什么意思？啾啾你，哦，好可爱！谢谢社员的粉红泡泡。ありがとう。哎，我在想，我所谓你们都会聊，跟我聊什么？基本上，想要聊什么？告诉我多爱我们。谢谢雷滚的丘比特泡泡，不是泡泡，丘比特泡泡，打个招呼，打招呼，咻，吹一颗包包，打招呼，哎，我声音今天真不 OK， 然后就不知道要说什么，可能聊命盘，跟你合唱。自己紹介して朝ごはん何食べたか聞く。あ、確かにそれはいいかもね。カマは今日明日作ってくれるし。じゃあ点数什么呢？八熊熊的包，你应该要准备几个共用话题。没有哎，你们我要想我要跟你们聊什么？共用话题。你们今天我要送什么？除了跟你告白之外，应该是爆料别的粉丝。爸爸可以帮你算命哦，把熊熊打爆，这样有点可怕。你不是要问粉丝什么时候？哦，对对对，没错。可是有些粉丝其实我已经知道，希望你们不要觉得刘佳这个他是博士早就问过了嘛，是不是都忘记跟我聊天的话题？我怕那个粉丝会这样觉得，对，对，但我还是会问啦，对，什么时候注意到？我帮你准备60个幼稚园的蒙台词，哇，好棒哦！其实线上就可以这样，可是现场我的话，尽量这种的，你要准备的话，那个台词一定要在你的脑袋里面哦。对，因为没有那个，我就随便送了。你该写小抄，还要问粉丝为什么喜欢我。对，这个好像可以。然后问粉丝年收入多少，这个太没礼貌了吧？哎，卡叫你年收入多少？不行，
一年忘记很忘记很正常，忘记没关系，毕竟那么多人，对，有些人有些粉丝是蛮理解我，就是理解我，可是有些粉丝不是这样。我说我不是在小儿子有跟你说过吗？我不是上次握手会跟你聊过吗？为什么卢卡又问一样的问题？你是不是都忘记了？怎么可以这样呢？然后就走心，真的有这种人。嗯，卢卡之前不是有问过我回答过了，都没专心看直播，什么时候注意到那个影片你都有？对呀、啊，可是你们用影片里讲的那是全部的吗？卢卡可以准备。瓦斯炉跟平底锅，我们带玉米。我想看强哥先示范。甜甜圈都讲完了，没有一百万。年收入我可以讲啊，我怕我们讲年收入你会难过。为什么我会难过？因为卢卡记性不好，我都忘我小儿子说什么，更何况你。那就是一点件啊，去年整年年收不到四万。我怕我的券不够，我讲，我年收不多，年终也没有，我也是啊，没事，我也是，我也是，我月薪也没有，哇哇，肯定不是金，等一下，肯定不是全部啊，雷军算越多，讲沙发，哎，废话感，目前年收入嘛两万是比卢卡还不如。确定吗？你们不要跟我说谎，我的真心话只跟卢卡讲而已。那我不是又说过吗？难道直播的卢卡都是假的？我月薪都交给老婆，月薪交齐。我的年收入哦，今年不用缴税。我也是，我也是不用缴税。哦，肚肚痛痛，怎么办？我的肚肚，哈哈！难怪现在都骗我们。我年收大概是甜甜圈最低，认真的，因为我是在家工作的。哦，了解。哦，对哦，所以你吃的就在算在工，就是你家里的，对不对？对，好像家里开餐厅好像都是这样，就是吃的钱就不用。不用特别付，嗯，什么月薪交齐，我年薪都给好严了。你要先休息吗？嗯，再一点点，等我一下下。餐厅小开，我的年收入政府看了都摇头。我上次也是啊，就是我上次报税的时候，他那个人说。你这样怎么生活？你家人也不在，你这样怎么生活？我都说，嗯，就家里的钱。有粉丝在，没有？其实那时候是刚好，就刚加入半年吧的时候，对，因为报税也不是。报税也不是就是今年拿到的钱，去年拿到的钱，好像是前年跟去年的拿到的钱才是今年要报税的样子，我有点忘记，所以该透露一下今天的神秘数字吧，不要，我讲了就被办掉。好，那时候我不在，你三餐有东西可以吃吗？没办法自己付，哇，要哭了。好，那时候我不在。哎呀，嗯，我明天啊，后天几点？嗯，好，没事。啊，明天好早要集合哦，好早哦。谢谢青鱼送的香槟 ，Arigato gozaimasu。好早哦，然后一整天都在公司。或是都在，嗯，还在后台，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好危险，真的很危险。我也陪你一整天。
等下我第一步就有没关系，就这样呗。你口罩要戴好，对，可是这次就还好，我可以吃东西，对，这次我一定要吃便当，因为上次我们没有要戴口罩呢，对，所以我怕我吃的东西吃一面卡住东西啊，或是什么，就是一些问题。但是这次戴口罩应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你在休息室要不要戴手套？我在想耶，戴两层口罩有用吗？我也很早还要搭车，对，辛苦大家了。初次见面我大概陪你14秒哦，好，没问题。你要告诉我你是哪一位？你有戴名牌吗？有戴名牌就知道你是谁了。卡玛便当不是公司的便当，最可怕的是大家跟成员大家一起吃便当，好可怕，太可怕了。我明天六点台中出发，从南部上来的粉丝真的辛苦了。有没有口红粘到牙齿的问题？没错，都没有这种问题，对，也不会闻到菜味的味道，菜味的问题。N95 加外科口罩才有用，了解。两层口罩会有一点点帮助，戴两层是没有一个隔离效果好的用。你要躲起来吃，忘记准备名牌等等处理一下。对，如果真的不知道要名牌其实也可以，就是什么。你可以便利贴贴在这边也是 OK 的，至少我可以知道你是谁。我刚刚甜甜圈，但是别说味道，声音可能都很难传过去。躲在厕所吃，躲在厕所很像在学生的时候被欺负或是被排挤的那种人。那我不想待在教室，所以去厕所躲的那种。今天会洗头吗？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我今天要洗头吗？我在公司中午吃饭，真的躲去厕所，不洗比较香。日本被欺负的场景，对，被霸凌的人还被泼水。来来，进来，看你洗不洗都有话题。吃来干了，不用。没有洗，明天会闻到。不用洗也没关系，真的吗？那我真的不要洗，明天不会洗哦。其实我今天头发状态还不错。先不要跟我说，明天拆。哦，好啊，好啊，哦，好像可以，好。那我等一下洗澡的时候，对，我等一下我还是会洗澡，只是会不会洗头就你们猜。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猜哦。明天现场卖头发，有第一个话题了。对，如果真的想不到，就问我。你今天，我要猜你今天、昨天有没有洗头？我的便当就日本国旗，自己串造话题。难道连两天没洗头吗？有可能哦。如果我礼拜六没，今天没洗头的话，有可能两天都没洗头。最后统计一下，猜对的人多还是猜错的人多？好，那卢卡猜我们没有洗，好啊，也是可以。如果你明明有洗，然后我猜，这个头发一定没有洗，会不会走心？卢卡要心理战，结果连澡都没洗，也是有可能的啦。对，我的话就不用猜了，你当然是对的。猜对有没有奖励？没有。你们就算猜对，也不能问我的，不能问我的头，不能闻我的头。剩20分钟了，
杨过晚安，如果可以猜是第几天的陈大生，你们都不知道我用高级的洗发精吗？太浪费了吧！不能吻了，那我不吻了。今天要唱歌吗？你们想听我就可以唱。其实今天我原本想说应该蛮多话题，只是怕握手会当天没办法聊很多。很浪费，大家不觉得？要唱谁的歌？哦，不会唱谁的歌，对不起，我还没学蔡文歌。那该晚安，肚子痛唱的了吗？肚子还好，喉咙我比较担心喉咙。我真的中午的时候完全没办法唱高音啊，真的是这样，哆来咪发嗦都不能唱。雷军。都没有，什么没有考虑卢卡身体状况？5522000快快乐乐，我的歌可以跨年再唱，好看你了。你中午在练唱哦？没有，因为我真的握手会的时候啊，声音很低，我怕你们会吓到。其实现在我的声音也不觉得很怪吗？就是呢，平常我的声音不是这样，可是那个。就是沙沙的感觉。你不小心讲到我们想好的话题，就剪一个话题。对，现在只剩泰文歌。你现在声音是比平常低一点。对，就是没办法，我讲高音就会这样。哇哦！但是比起中午的时候好很多，大概是 Mina 变成柏林的差别。Mina， 可是我平常声音没有像 Mina 那么高啊。现在很像感冒的时候的 Mina 的声音。在玩什么好玩呢？没有啊，没有。我现在喉咙有点卡痰而已，那个差有点多。感冒的 Mina， 上次公演的时候，他不是感冒吗？还是上次？就是。我忘记是玩什么游戏的时候，睡宝应该会恢复，希望我没有坏掉哦，我没有坏掉哦，但是我今天喉咙状态真的不太 OK， 对啊，今天唱高音可能就有点不好听，也不是假一真游戏，上一个游戏忘记，你猜，你演我猜吗？明天可以点 Mina 的卢卡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点啊，可以点啊。睡前多喝一点水，现在也喝一点水。谢谢送我蜡烛。哎呀，越来越像韩九天仙娱乐部的声音哦，越来越像哦。五百英尺，降落，好香哦！这就是九天仙女的味道。卢卡讲的 Mina， 可以去 Mina 那点卢卡吗？他可以吗？花轮，今天卢卡怎么了？今天我喉咙有点怪怪的。所以可以玩这样的游戏。谢谢陆克送的行李箱，这声音有点欠揍，没听到 Mina 就让陆卡满足了。你们这些渣男，没还感，闭着感受陆卡，你这个声音我大概握一张就弃权。不要这样，皮寒的陆卡强，平安前面都是对，平安前面声音高高低低。越玩越会，哎呀呀，大舌头，不管声音怎么样，能跟卢卡说到话就好了。我觉得有点不像哎，那声音很赞呢。想说你这么漂亮来做指甲，想说你这么漂亮要做指甲呢。圣元说哪个声音？那卢卡跟圣元聊天就模仿，
看我想看，我想看他反应。对，是有点不像，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不像，不像。你可以模仿所有人这样滴滴，只要问你一个就好。很难耶，有些成员真的很难模仿。好像不错，不要，不要乱剪精华。哎呀，反正戴口罩也看起来都一样。39张分开握，谁39张？你吗？还有剩15分钟。哎，我是不是没有讲那个没有讲选拔的事情？还是明天再聊，会不会比较好？卢卡模范秀，赞烂了，庆余好多张，我不止，没有呀，没有，没有啊，看你好多，没有说明天聊比较刺激哦，好啊，明天聊可能你们才听得到我的真实话，真心话大冒险，明天再聊也可以。明天我想听森林什么手工手雕，是好啦，希望可以。明天好啊，要耍哭哭脸吗？不是啊，我明天才几张。好嘞，晚安。我不知道其他成员跟你们讲了多少，什么话？其他成员跟你们告诉到哪里，我就不知道，所以我其实我也不太。不知道能不能讲，对，糟糕，明天不够听，最好。哎呦，有讲到练习舞蹈，对，然后每个人练习期间都不一样，这个也是有理由的。什么是其他成员没看过？卢卡有影片吗？有啊，有。可是我最后一天评比那天跳的跟评比前一个礼拜跳的舞蹈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不用什么讲，很好，不一样。我知道每个成员都很努力。其他人有讲，这就是三人一起评比是抽签，对，没错。我们不一样，我以为是就是跳 room， 对啊，就是跳 room 啊，跳 room。会有舞蹈片段可以期待吗？你们想看吗？可是我觉得我，其实 room 我们的舞蹈影片是。前面跳很多很多，然后最后说好好，那现在模仿，就是练一下评比内容哦。然后跳的时候跳的，的时候跳的，所以呢，我衣服也穿很随便，而且那时候已经有点累，就是不是很完美的状态。然后每个人跳完都很虚脱，真的，这是真的。今年连生日花絮都没有了。没有剪片师，还是卢卡现在跳？现在跳吗？现在跳，好危险哦！其实我掉十选拔之后就没有跳了。他们有说我们什么时候知道选拔的事情吗？成员的选拔成员的事情吗？卢卡有推荐的复健科吗？哎，对哦，我怕我现在跳一跳，然后明天就不行，没办法跳。没说不能说，没说。四月公演结束，后来就人家不说，我还叫人家跳。啊，反正就很久之前就知道。四月公演结束，哦，对，好像是那时候，对，还是三月底，有点忘记。我猜27，那你先不要跳好。等一下，四月有公演吗？我突然想，哦，有啦有啦，不是，那不是，确定不是四月公演。不能说，你们要提醒我，先不要说比较好，我就打叉了。
Which way？ 其实是卡妹，卡妹是学 locking 的，所以有些动作我就问她。那就是三月公演是吗？其实我真的有点忘了。嗯，姐姐直播有人问，直接问姐姐，姐姐说先不能说。哦，好，那我不要讲好了。对，反正不是这个月知道。对，换卡面上，对，卡面上一定比较好。其实我主要是跳 breaking。开始卡妹的歌，卡妹我还停留跨年那天她跳的舞。那我怎么可能这个也就练好？对啊，子萱不是问姐姐，她是问其他成员。哦，了解。嗯、我只要跳 broken， 坏掉了。哎、欸，等一下，我的声音怎么变成这样呢？是因为我刚刚模仿阿汉的关系吗？我都跳 sleeping， 我以前也算是 locker， 植物染的部分，植物款歌。玩坏喉咙，喉咙使用过度，我也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啊卡层还是我不知道原因，对，但是我还是隐性啊，我明明快是隐性啊，反正明天我还是测一下，对，明天就知道了。明天我所会要准备麦克风吗？希望不用。词汇是什么？知道。你有什么保护你的喉咙吗？我有吃喉糖，可是完全没有用。也许是过敏或是小感冒，我觉得是感冒哎、欸。病毒量还没有达标，其实我今天抽的很用心，抽，拜托，就是这样比较让我放心。然后真的是隐性，没关系，你们有声音，我们可以心电感应。我刚刚也想说，银杏不是增加记忆吗？你像甩鼻子，我每次快塞站完一直都流鼻水，我现在就在心电感应，我塞完就哭了。没事，哎，希望真的明天没事。可是我其实觉得今天银杏的话，明天测我觉得还是一样银杏。因为我没有咳嗽啊，也没有发烧，也没有流鼻水，啊，有过敏的流，昨天有流鼻水，对，只是现在今天完全没有，对，然后喉咙也不会痛，不会痒，只是一直都在卡痰，都痰在这边，不要力气啊！那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呢？好，反正就是五单的事情，我稍微再聊比较好。我可以一直抱怨，可能我可能一直抱怨。明天早上紧急公告，希望没有人啊，对，希望不会有公告。谢谢钟声的真情告白，恭喜恭喜！啊，对不起，六单啊，对，五单的事情，五单的时候，对，五单落选的时候，我也没有跟你们握手。我也没有跟你们聊天，对不对？上次握手的时候，对五单成员，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选拔成员。对啊，谢谢一凡什么香槟，对吼，但这是可以五单的事情可以聊，六单的事情可以聊，不错。明天一起聊，没问题。A 君站着让你吗？没时间聊那么多。哎呀呀呀！话说特效拿到了吗？没有哎、欸，为什么没有特效？
还是我还没超过一万多？距离上次握手居然隔了一年多，没有特效哎、欸，我哪知道扯多少？是这个吗？谢谢强大生带我去流浪。好像不是哦，是这个吗？哦，谢谢哥江送我什么熊？谢谢那个的梦幻烟火，红黄之熊，应该有了吧？等一下，哥江的特效我完全没看到哎、欸，怎么办？你们有看到吗？你们有看到哥江的特效吗？我原本想看酷酱的特效的时候 ，Legend 的那个Legend 出来了，有？为什么我没看到？我没看到，我没看，我是不是在看？我在找这个特效，这样的时候酷酱送我这个，你是不是没更新 APP？ 有可能呢，还是雷军特效等到？你的声音越来越奇怪，我也觉得。可是我中午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开播前就还好，然后现在变成这样，怎么办？这样明天握手会，半熊道歉。对啊，这样我要怎么跟你们握手？哎，你好，你好。没有啊，他的特效完才我的，我真的没看到酷酱的特效。你还是安全喝水，喝水去休息。啊，我不要。若未解的痰，很像打了药的感觉。你好，你好，有声音。你早点去休息吧。你好，我今天想一点美环风格的卢卡。还是我一直这样聊天才会变成那个？喉咙才会坏掉。谢谢青云的香槟粉色特别版，ありがとう。一定是刚刚乱模仿 Mina 的声音，不行。哎呀，好讨厌！我都快忘记你原来的声音成了我平常的声音、啊。不是，谢谢哥讲的梦幻烟火，我平常的声音。可能就是差不多这个高度，对。什么羊粉丝？什么意思？哎呀，我觉得今天就到这里了。对，不要唱歌比较好，不能继续聊天，太可怕了。谢谢陆克的梦幻烟火。哎，你们为什么关播前才会送？哎，还是谢谢你们。突然感觉很假，特效有，我现在在用啊。我现在用啊，保重喉咙，明天还要大声讲话。对耶，明天还要大声，真的完蛋了，完蛋了！哎呀，期待明天握手，什么时候搬家？不能讲。我不要变成美环，怎么变成这样呢？我已经改成线上了，没办法去握手啊！月兔怎么了？你中奖了吗？那礼拜天可能是最糟糕的情况哦，有可能。哎呀，你是不是中奖的成员？他前天开播的时候也是这个声音。搬家了，是最后一首。我只有礼拜六，看来明天只好扮成花轮。花轮。好，明天如果你们花轮的话，我就当美轮，没还了，没还。要早起，对，要闪电，我要早起。还记得我第一次握手的日本成员不能说话，即将搬走。明天美环，那礼拜天是谁呢？但是中奖的成员大多说喉咙痛，我是没有痛，我是完全没痛，只是变成这样，就是感觉我的喉咙里面的声带变肿起来的感觉，但不会痛也不会痒，只是一直卡痰。
期待你们的第二章哦，我不期待。这的话就跟其他成员讲吧，不要跟我讲。礼拜天可能是美丽本人，不知道没有其他成员直播，肚子还可以，你也没有咳嗽，那应该还好。会沙哑再痛，有个人为什么比其他成员可爱？讲太白了吧？不行啊，我可能过了几个月才会觉得，我好期待第六单。对，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心态。对，没办法，我不想说谎，我就是没有期待。对，我只期待我们的 UNI 曲，可是我现在有点担心，我们如果有 MV， 然后拍 MV 前有人中奖，这样怎么办？就是对我现在比较担心，就是 Daisy 成员没办法全员到齐，对。现在真的很难拍 MV。下一个火箭人盘旋到谁？期待第六代的握手。这选举我还好，期待下一只火箭差不多。三姨你好，我就喜欢这样的 Luca。现在真的很难拍 MV， 我只期待明后天。那 MV 就少人了。对啊，听说小迪第一次也是因为得流感，所以就是没办法参加到 MV， 对不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如果这次真的前几天突然有人中奖，我不知道公司是怎么处理，跟一单一样，那 MV 就少人。CG 上去，像之前。哦、oh, ，对，前辈一样。现在想起流感而已，也不能说流感而已。对，谢谢博成的香槟。看看有几个人 ，NNB 也发生过，然后就跟日本团体就是缺席一样的方式处理。了解，谢谢送小鸡蹦蹦，谢谢。没有动。好，我要念本了。反正就是很多事情吼，很多事情为什么会再聊呢？对，为什么会再聊？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讲真心话，对，你们可以跟我说真心话，我也应该会讲，但是不能讲的还是不会讲，对，不能讲的还是不会讲，但是在直播间讲跟握手会讲是不一样。女粉已经不来了，不要这样说，我对你都是真心。感谢杨过。早点休息。真心话有点可怕，可以讲吗？可以啊，你就算骂我也没事。哎，真有好多心，那我们互问真心话，这样就不怕没话题。对，我可以办掉九蛋吗？拜拜，我不想看到你了。不会骂你的，笑死。没事，是因为不在意吗？真心，你说的是哪颗心？我真的帮他剃掉了，居然傻傻相信。就是讲那个卢克，重盛在哪里呢？郑源、钱纳森、青云，今天卢卡好凶，没有。哭江也想要被这样吗？好啊，哭江拜拜。什么人生成就？谁呢？哈西桑，哈西桑都哭了。你去干嘛？
啊れさっき会ってるよね。我什么都没做啊，你说羡慕啊？禁言比较好玩，只有剃掉而已啊。对啊，你以为我上次就有做什么事吗？禁言比较好玩哦。你们真的小心一点，因为你是国王。对啊，他们很奇怪哦，不要理他们。哎，而且我今天声音就很低啊，所以听起来更凶。我现在很抖，不能讲什么话。你们真的小心，想一下，这里是谁的直播间？上次还有一个 ID 想背叛的，我也是看不懂。不要理。不要理奇奇怪怪的人。怎么办呢？ドスが効いてるってほど低くはない。あ、本当？ならよかった。でもね、ちょっと低いな、やっぱりな。这里你最大，你也没动。国王，目前我的直播间没有国王。青云一凡，一凡，我喜欢这首，过来。习惯性谎，你怎么知道没有国？上次可能有可能是国王的人，我有踢掉过。结果他，我可以踢掉他，表示他不是国王。好了，今天的排名，今天的第十名是何思珊，谢谢何思珊。第九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八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七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六名是陈乐生，谢谢陈乐生。第五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第四名是崇盛，谢谢崇盛。第三名是陆克，谢谢陆克。第六名是雷克，谢谢雷克。然后第一名是哥江，谢谢哥江。哎呀，很可惜我没看到你的特效，希望有人有帮你录。本站还没出呢。你上次踢的不是小站吗？欸，是吗？我以为是本站。雷格是分身站号。哦，对号，对号，那个另外一只站号，我另外一只站号能不能踢掉，我就不知道了。也有可能那才是大战。哎呀，糟糕了，那个才是国王，太糟糕了。他的本传很常出现在这里。好啦，明天再聊啦。我怕我今天聊太多，明天没什么话题。反正如果要聊六单的事情，你们也真的要小心一点哦。如果我觉得我突然很不爽，我可能会变成这样。对，我也会，我讲话也会小心一点啦。对，对，大家都要小心一点。明天见。我觉得可以，怕吧？也可以怕到，这好像是种福利，知道吗？我怕我可能就是之后永远对你言对应。什么是福？最好是福利，我也超小心的，对啊。但是该怎么讲呢？各位要小心一点。对，但是基本上你们不，我相信你们不会讲很白目的话。对，还没见面就吓跑，静一下。可是酒蛋可不可以闭嘴？我蛮不爽你的哦，现在。小心一点哦。不会啊，谁这么不会读空气？
要的话不要在这边啦。无所谓，就对，无所谓，无所谓再聊。我明天我的声音可能还是这样，你们对，希望不要太难过。他不敢说话了，不要走心了。对，你今天会早点睡吗？希望可以，希望可以早点休息。明天声音还是不好，那我们就比手语吧。能见到你就开心，嗯，对。好，那就明天见喽。不管什么声音都是卢卡的声音。好啦，大家拜拜，晚安。我没有把你禁言，哎呀，好啦，晚安，明天见哦。然后明天见不到的就后天见，好，后天见不到的就，在下次直播见，嗯，好啦，拜拜。什么下辈子见？好啦，拜拜，晚安。